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mily，我现在次和大家见面啦，第一次拍的视频太过仓促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次呢是再和大家见面，是因为要非常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一路来的支持，然后非常谢谢大家一直守住我这个频道，然后暂时。最近我不会再上这个曲线，因为这几天我从1号到10号，今天我已经挣了非常非常多的版权。就算我没有上歌曲，我的歌曲版权还是一直照中。之前的歌还是一直会中的，到现在已经中了好几百首。之前也是。因为 YouTube 的关之前系，我呢也是是因把，为 YouTube 呢，需要我们配合的话，我们当时我已经删了100多首，最少都有180首以上的歌曲，那些歌曲都是我非常喜欢的，而且呢是真的很可惜，因为观看量超高的，然后还有就是我的那些视频，我们是。用时间、精神、眼力做出来的视频，就这样的删除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。然后现在接下来中的这些歌曲呢，我都舍不得再删了，不过还是非常的可惜，我的歌曲已经删掉非常多的。然后现在我暂时不做歌曲了，因为我要看 YouTube 这边到底是怎样。每天还在中这版权的话，真的真的非常难做。如果如果大家大喜家欢真的听很歌的话呢，就可以去我的小号开心果那边，那边还是每天会上传歌曲。然后我的大号暂时不上线，因为我要看 YouTube 到底是怎么做，因为我的频道中太多歌曲了，所以我暂时歌曲我放这些，我会考虑先。做些故事、感人故事或者其他什么的，希望大家不要见怪，多多包涵了，因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了，因我为现在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说了这么多，希望大家还是一样的会多多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陪伴，谢谢。希望我下一个视频弄好的时候上传去，大家会多多支持啦！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恩，再见。